应该是会有案珠两颗掉下来，应该会有，对不对？应该会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第一关无视减伤哈，我这是 CD 八，哦，那对，就是至少带走一只啦，好不好？虽然说我这个威力很强，可能是一次带走三只啊，照理来讲。嗯哼，不想解成就，成就可以不用解啊，我只解成就给各位看啊，因为他是那个妖精解放素材还好。一定是火，先把它处理掉，不用看了。这打还蛮痛的哦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弄掉了。叠珠哦，血超低，谁？你说我的血吗？因为以前其实都大概是这样血量，所以感受上我比较没有那么强烈。哎、欸，这个天降干脆一次把他送走哦，对，省得我麻烦哦。四回合哦。哦、完全没有看是什么珠子就转下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转下去，基本上要看一下。木光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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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。哦，不要小看我带那只妖精哦，它其实它是有用处的哦。哎 ，CD 先不要打，先打左边这一只。啊、哦、好像在削的是木珠全体，吓我一跳。嗯，还没跳，还没跳就送走它吧。哦，这个蝶啊，这个珠啊，这个蝶珠啊，玩死源有个好处哦，就是你可以尽管消哦，因为它只要同一个颜色很多的话，它就可以那个了，就可以很高伤害了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。妥妥。用力锤没关系，到下一关再出击就好。锤不过去没关系哈，我们一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不对，靠背啊，忘记了，我一开始就没有心符石哎，所以我一会儿按下去就没有用哎。干，我带了一只大酱油了。啊，带就带啊，怎样？啊，不然怎样？谁说不能带大酱油、啊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啊，各位。三颗球，三颗球，三颗球。嗯，哎、欸，他没攻击我哦。靠北，真的是打酱油啊！操，我再一次进来打酱油。嗯，水又开下去。哦，记得哦，你要转新的再带他进来，好不好？英灵笑你，让一只开玩笑，哇，干的让一只啊，丢啊，没有人规定不能让吧？两 combo 呢？两 combo， 看到没有 ？Take a look at，
绝对不会告诉你这是失误了哈，应该是应该没有人会发现的。这边出镜啊！啊！真是挑战拔卡，给我带个 baby 就是来拔卡了，不是就大概是这样的氛围了，哎呀，大概。不要消掉我的攻击珠啊！左边暗珠最多，这样暗珠最多哦，我想要奇怪啊，应该老人家眼睛没有这么花吧？看到没有，这样康宝，花猎豹，不好笑，绝对不好笑。为什么 CD 那么长？可以放巨人，可以。没有，因为我刚是误判了，对，我是误判，对。这个要好了啊、哦，两回合哦，转多一点 combo， 把那个龙科把它弄回来。好、哦，做了一个叠珠哦，多重叠珠，注意看哦，再叠。哎靠呗，本来还要再一叠，但是算失误没关系，两叠就不错了。我刚预计是三叠，就看错了。50%一下同归尽，用力锤，用力打，给他舒服。哎，哎，叠珠哈。绝对不是节目效果，因为节目效果会GG啊。哦，十元有个好处就是不用担心断珠的问题啊。他只是不能放技能，他还会攻击。用力打哦，一波带走哦，没带走的六喝剩啊，因为后面会有点危险哦。嗯，完全没天降，奶奶个那个凶嘞！CD 重新再来一次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这个好处。嗯，火的哈，这边做一个叠珠哈，光的叠珠。Perfect， 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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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的熊，对，因为都有少女心嘛，奶奶应该也是有抱过熊宝贝这样，对啊，好，不要讲奶奶，讲奶奶我会赶上起来啊。这边会有点危险，我先提醒各位哦，用力锤，因为它是属性相克的卡牌，现在光珠多哦。四 combo， 看来威力差很多、哦。不是骗你，等一下，水是这个靠背，干很好吃哎，是一波带走的味道哎。亏了呀！我觉得不要留手，留手会死人，千万不能留手。哦呦喂，看起来有点危险哦，所以我就开了哦。其实好像有点冲动了，不过无所谓了。
哦，所以死源就是这个好处，他就算浮尸骗你，我还是可以尽管销哦，我还是可以尽管销。补满了，Killing！注意看哦，台面上有没有看到水火木光？水火木光，水没有暗，不用担心。Don't worry about it。我脸上我满栽了，看，给兵，给兵，注意看啊！看好，看我什么叫多重叠珠啊！看好，这要转什么珠啊？靠背啊！啊啊！我没转到，哎，跳也没差啊，靠背啊！啊，不是啊，我要绿珠了，干！有差呢，有差呢。有差呢，有差呢。对喂。按啊按珠啊，我要按珠啊。靠，各位有点不妙哎。应该是不会发生。啊，应该是不会了齁。我告诉你，这时候诀窍就是把木珠跟火珠全部消光。我的预计是这样，这样是没错哦。应该是会有暗珠两颗掉下来，应该会有，对不对？应该会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妈，一个好好的关口玩得很紧张干什么？操，全部都要看天降。你在戏啊你？看一下喔，应该是可以啊，注意看喔，看到没有，看到这个手转有没有，这个叠珠有没有看到，欸，好像有叠到了，有，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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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喔，今天不好意思没码到了，让各位失望了，一个好的关玩成这样，欸，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奇怪？应该是很简单关卡，玩那么刺激，我都不晓得。我们工会曾经有人说过，奇怪，那个双周为什么打看起来白金玩起来很像地狱一样？我对这个问题，我也是一直都百思不得其解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